是第一个散场的话剧，遇不能聊突变的天气，不讲理的待遇，竟是计划的证据。打破梦境，匣子里的人疯狂穿行，声音左右夹击，人分辨你，只是外表比内心冷静。细细的逆袭，无声的气息，心照不宣的回避，是我太想你，还是你早看清对的人不会眼里。 Everything feels like a movie， 围绕我们的最熟悉，流露的默契，不经意升温的激情。如果再有回眸时机，洒下声嘶就真的决心提枪。其实早心知肚明，哦，空气中弥漫着的雨气穿过我心绪，雨落下的声音隐约又拉近彼此距离。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却来得如此确定。打破梦境，匣子里的人疯狂喘息，声音左右夹击，人分辨只是外表比内心冷静。细细的逆袭，无声的情绪，心照不宣的回避，是我太想你，还是你早看清对的人不会眼里。 Everything feels like a movie， 围绕我们的最熟悉，流露的默契，不经意升温的剧情。如果再有微妙时机，洒下声嘶就真的决心提枪。你其实早心知肚明，哦，只属于我和你。这雨后的日记，哦，围绕我们的最熟悉，流露的默契，不经意升温的剧情。如果再有洒下声嘶就真的决心提枪。其实早心知肚明。